小头一低，里奥梅西。计算个，快来，萨克拉萨克。给梅西一次在小日子登场的机会，他能被中国球迷齐刷优西；再给梅西一次解释的机会，他能让四川梅西发言表示惭愧。他就是只在小日子上场，不在香港上场的里奥梅西。到了小日子后的梅西表示，三天前虽然我没受伤，但是我不舒服，所以我没在香港行上场。三天后在小日子不到一天，腰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声带修好了，手也能动了，性格开朗了，比赛上场了。我以为梅西都这么卖力了，怎么也得人山人海吧，可满场6.8万也就坐了2.8万。小日子一半不到已是努力登上，香港座无虚席已是一秒不上。至此，梅西高估了中国球迷对他的爱戴，也低估了中国球迷对国家的敬仰。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五星球迷麦克阿瑟都表示，我以为我会是梅西永远的球迷，原来是那时候的我思想过于低迷，后来我才发现里奥梅西的诸多问题。还有明天就是除夕，这个见不见，我就是怼这个，我就怼。